这距离他这个全面谈话就已经不远了。后面的话可能再过两三年，说不好就不在了。按照赖敏这身体这样发展的话，我觉得过了40岁，那可能有点难度。赖敏如果哪天走了，他能怎么去对抗这样一种失去的痛苦？怎么样，我也要坚持，活到他的14岁。近两年的话，他的病情是突飞猛进，下半身基本瘫痪，然后已经算是严重萎缩了。就距离他这个全面瘫痪就已经不远了。后面的话，可能再过两三年，说不好就不在了。赖敏的女儿安宁在2年前出生，她是赖敏的第二个孩子。一下，之前要过一个路遥嘛，然后做了基因检测，发现路遥有我的遗传病，所以路遥就不能要。在赖敏当妈妈的这2年，除了担心女儿安宁的身体，她还会忧虑自己的生命还能坚持多长时间。怎么样，我也要坚持，活到她的14岁。赖敏如果哪天走了，她能怎么去对抗这样一种失去的痛苦？我母亲大概是因为跟我同样的病去世。他的母亲那一边好像是3个人得了这个病，加上他妈一起。是一种很奇妙的感觉。长久考虑下来就决定，因为这个病使我挺沮丧的。赖敏的母亲是在30岁的时候发病的，那时候赖敏已经出生，从他记事起就看着母亲的病情在一点一点的恶化。看着他一点点失去行动能力，最后只能在床上。赖敏的母亲去世的时候才50岁，在她生命的最后2年，赖敏开始发病。那年赖敏21岁。我一直挺怪我妈的，但是我妈那个时候的话是无知啊，是没有这些科学普及的这些知识。然后当时他当时生我的时候也没有玩过这种东西，所以的话这个也怪不了他什么。赖敏发病的时间比母亲发病的时间更早，从发病的那天起，他就清楚自己的未来会和母亲一样。发病之后的那段日子对于赖敏来说是一段昏暗的记忆。因为这个病，然后当时我挺沮丧的。
28岁那年，丁一周走进赖敏的生活。是小学同学，当时我觉得我好像能同为他去做一些什么吧，然后就单纯的帮助他一下，开始试图去帮他进行一些治疗啊。从饮食起居到康复锻炼，丁一周都在无微不至地照顾着赖敏。在近一年的相处后，两人逐渐走到了一起。这个病在中国乃至世界都是没有办法医治的，它算是一种慢性的绝症。在花光两人所有的积蓄后，赖敏的身体依旧没有好转，丁一周和赖敏只能接受现实。看着日益低沉的赖敏，丁一周想到了一个办法。就是我跟他在村子里面嘛，就一边遛狗一边推着他呀，想要不就出去走走，就想反正都已经破成这样了，破罐子破摔了呢。2015年1月1号，丁一周和赖敏从柳州出发，带着两人全部的家当，开启了说走就走的旅行。这一路他们风餐露宿，历经重重困难，在来到四川省理塘县后，丁一周为赖敏策划了一场婚礼。在旅行的路上，两人走进婚姻的殿堂。婚礼它是瞒着我做的，我会觉得很开心，很幸福。婚礼结束后，丁一周和赖敏继续踏上旅程。旅行还没有结束的时候，赖敏怀上了第一个孩子。是一种很奇妙的感觉，就是对于这个孩子要不要挺纠结的。赖敏就长得和他妈一样，如果这个小孩长得像赖敏一样，那他就是很大几率是患病的。就检查之后就一直在等结果。检查的结果就像夫妻俩担心的那样，胎儿被确诊携带了企鹅病的致病基因。我们可能会一开始会得到一个很喜悦的一个状态，但等他发病的时候，我们就只剩下愧疚了。长久考虑下来，就决定失去路亚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。那个时候，赖敏他们出去晒太阳啊什么，看人家小孩，一看人家小孩在路边玩的时候，他就哭，到这个程度了，痛苦了好久了。当时是想，如果我妈妈没有给我生命，该有多好。第一个孩子的到来和离开，让赖敏对母亲和生命这两个词的感受很复杂。我开始怨我妈妈，把我生下来，让我体会失去女儿的绝望。两年后，赖敏怀上了第二个孩子，她给孩子取名为安宁，希望孩子可以平安降生。我们去做基因检测呗，然后查出来。这个孩子就是健康的，没有得到致病基因。安宁他健康，我就觉得，哎呀，真是完美了。你好，这个是头像。他是在头像，一直在那里。就是你感觉这个小东西，他什么时候才能够长大呀？
我需要留一点东西给安宁。南面的那个身体还是不太行哦，有时候是简直还是可怜的很，真的。虽然赖敏没有办法照顾孩子，但是他会很认真的看我怎么做，会试着去学该怎么做。他可能是知道他妈妈动不了，所以只要他妈妈看着他的时候，他都不哭不闹。他可以喝完奶，然后自己在那里玩，玩得挺久的。小白兔，两只耳朵竖起来，爱吃萝卜和青菜。随着女儿安宁的长大，赖敏对于母亲的理解也发生了变化。感谢他生下我，让我有机会与孩子体会当一个母亲的幸福。带着赖敏和普普去成都玩一玩，普普还没去过成都呢。这是安宁第一次去成都，赖敏夫妻俩从理塘县坐了9个小时的车，就是为了带女儿到这里的游乐场看一看。每次我看到妹妹想跟她玩的时候，玩得她好开心的时候，我就高兴。今天是自己吃还是在喂你？还在自己吃。边自己吃边喂。等一下，看你那个眼睛，他是说给他来推，给他来推。看这情况，不像自己穿穿的。嗯，也不是，有事情要忙。哎呀。嗯。怎么整啊？这两天是倒穿台还是怎么的？有可能是。他现在已经。基本上是丧失生活能力。南面的那个身体还是不太行哦，有时候是简直还是可怜的很，真的。我抱他的时候，他会不会好心酸的？就是在他怀了以后，我才没有能力去
照顾他吧。赖敏在想，有什么样的方式能让自己一直陪伴在孩子的生命里，即使自己离开人世。我需要留一点东西给安妮。我现在说话比原来困难多了。对不起，安妮，爸爸，我没有办法教会你走路。还有一些生活中的事情，但是我会尽我最大的努力去为你做一些事情。我就想带安妮出去看看，多陪她玩一玩。像在我有限的生命里，该留下一些我跟她的回忆。